个人连衣服都穿不好，我帮你。当然，你现在才知道我是这么好、这么棒的女朋友。嗯，好了，搞定了。你喜欢我什么？真的吗？那如果有一天你让我生气，我一直要离开你，你会用什么方法把我追回来？那我就让让你，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你。好了，我要去工作了，你要想我，一定要想我哦。你说的，那我去工作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向海南同道。